虎扑11月13日去德甲联赛官方宣布，阿森纳租借的霍芬海姆的前锋莱斯纳尔逊当选德甲学院最佳新人。18岁的奈尔逊在霍芬海姆10月的三场比赛中首发两次，替补上场一次，在3-1克胜纽伦堡的比赛里梅开二度，在1-2与法兰克福的比赛中也打进一球，之后坐稳了首发位置。上轮霍芬海姆2-1战胜奥格斯堡的比赛中，奈尔逊在83分钟打进绝杀球，